好了，大师在教拍照。那个女生不用在那边拍，她非要推到这边来拍，她就漂亮。对啊，她很坚持在那里，因为挡到人家入口那边了、啊。不是不是，她怎么拍都是那个窄度，因为她的她就不是广角，你要拍。哎呀、啊，你要拍广角，拍漂亮。哦，来了。胶拍比较有 feel， 对啊，因为他们有压缩感。小猫，看我在那边盲拍有没有拍到？盲拍。拍人像其实说真的蛮好看的，真的有压缩感、啊，因为你后面整个压过去，它糊到一片，然后人在中间，其实还蛮好看。所以啊，你要是拍长焦习惯了，你就很难拍广角、啊、因为广角你要扩大，它要大，大面积才漂亮。我会去吗？这个人看到倒霉姐。是翕不到啦，翕灯笼啦。不是因为他的快门刚好在他的那个卡梅拉那里，所以按下去他就变成倒霉精了。